一刀下去能不能换一辆帕拉梅拉？这个料子切窄了，你给我干一个分一罐。干嘛？起码有到这个位置。开，够了。等着吃鲱鱼罐头啊！先把这个承诺先给履行了。很简单的说法，如果你认为涨了，那你就把这罐头给吃了；如果垮了，你把你的股份让给我。就很简单的去定义涨垮了嘛。我特地选原味的，还是鼓起来的这种。香的，喝两罐吗？我怕我以后不够吃啊。或者你看嘛，这种东西都不敢吃，怎么出来混？哎，听声音了，嗯。都腐烂了，我啊！你看看那这鱼肠子，看到没有？不臭，我这么哦，有点。啊！有人吃得下去的？过期了吧？我就是过期了，主要是吃这种东西要有仪式感吧，快点洗干净。一定是唱字啊，主要我们痛风吃不了内脏，有人吃得下去的。你真好吃呢，真有点有点味啊。闻着臭吃的香，我闻着不怎么臭啊。对，你也吃不下。我尝一下，我尝一下。我记得是一条一条的。它晃来晃去就烂了。